电机超过一架子的河北大学宫，在去年进行第一届约作进香，但是今年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进入三级警戒，和原本在七月要再度进行进香活动先暂停。总干事谢荣辉表示，防疫是最重要的，相信八公仔也不愿意让信众冒一个险，因此约作进香活动将会在疫情解封了后才开会决议。咱河北大学宫吼，本地预计是这个月七月二十五日，本地有一个南巡挂香。啊，但是因为这疫情的关系哦，所以咱目前李干事会通过是先取消。哦，啊，等下这疫情较和缓的时阵吼，啊，咱再过经过李干事会来咱大学宫获得证实吼，再重新过来报备，啊，看这南巡的时间。哦，安看再来决定当时，爱时阵再过来大家报告。河北大学宫新建的香客活动中心，甲妇幼敬老教室中心工程，目前嘛正在进行当中。总干事谢荣辉表示，工程预计在八月就会完成，也欢迎信众做回来共享盛举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、何必彩虹报道。